橘子、榴莲、草莓，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迪迪啊，地下这个酸奶呀，菲菲拿走了三个，你还剩几个？用手告诉我。啊，然后菲菲又给了你一个。你现在一共几个酸奶？啊。哎呀，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吧，看能不能把迪妈关门关啊！你拿吧，拿下面有个箱，拿吧，门没关呢。这个兔崽子！